小妹突然回国，我爸让我去接她。哎，美女，机场去吧，80几位。不用了，谢谢。哎，最低60去不？不用，我朋友来接。哎，走吧，现在打不着车，40走吧。哎，这一天人人没见着，活活没拉着。哎，小兔崽子，我让你接人，你人跑哪去了？不是，我就在这儿呢，我这等半天了没看着人啊。再说了，你那照片你给我发的什么玩意儿啊？你咋不把 B 超给我发过来呢？你现在在哪？我让他找你去。我就在站前广场这呢，出站口这地方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哎，你呀，没打着车吧？我告诉你，少100块钱走不了啊，今天。王大娇，你踢人也不好使，今天少100走不了。你爸让你来接我。